现在要去矫正牙齿，因为有人没有戴牙套，他也想要二次牙套，所以他要去咨询。老婆啦，为什么你要二次牙套啊？其实我之前好像没有矫正好整个牙齿，就先拆了。所以你现在把它有点斜，因为它有点斜，所以它有缝，没有站直，然后就会有牙缝，所以我现在下排中间都会有个缝，觉得超烦。我觉得你，然后讲话的时候都会露牙缝。很憨耶。好，等一下来看看。期待吗？兴奋吗？要变美了。可是他不戴牙套跟我一样。变发。我们是牙套琪琪。牙套琪琪。因为今天路上车很多，所以有个家伙会开得非常的凶，非常的暴躁。对。我就很可怜，我很害怕，不敢堵车。其实我很想要帮我老婆，就是递咖啡啊，然后。大家这个样子啊，我实在是也不敢吵他，所以只能在这边这样假装录音，其实是在抱怨他，开始很凶，吓死他的宝宝狼，吓死他的乖狼，吓死了，吓死，超凶，真的超凶。有车就是开这么慢，然后又突然加速，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种。我开车也会这样，一直碎念，我会觉得啊，这是车，你干嘛？我还是帮你准备咖啡好，谢谢。不要，我手很忙。再把你的杯子打破。我后面的咖啡是我装的，其实咖啡是我爸煮，都只是把牛奶倒进去。没有，那个就是刚刚的红灯呢、啊。可是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有点过太久。真的啊，他们一定都有就是闯红灯。对啊。而且你大卡到底为什么要闯红灯？大卡是闯红灯很危险的、欸。嗯。然后你就拖着一个尾巴，然后弄到那个等一下要过的，是吗？对。好，不要吵他开车，他真的太暴躁。风光明媚，我是索米。走啊走啊走，没事。只要我不跟着他走，他就会觉得很慌张。又是店面。怎么样？你要卖什么红牌？我要兜售我的月票。啊，现在不是疫情的关系，不能。我可以现在那个店都倒光的时候，赶快入，赶快那个进驻，是不是？对，赶快。哦，反正大爷会付钱。你这如意算盘打的会不会太好？对啊，然后那个什么，要不然就学那个汤唯，怎么样？汤唯就说：“给我一个套房。”哦，这是设计梗。OK， 还好我有看设计。啦啦，我们到了。对啊，门口就有个车位，我就说吧。没关系啊，走一小段。好，我们进去吧。期待吗？可以看一下你的牙齿吗？啊，下排牙齿是斜的。想不到我这样翻上来了。你看牙齿那些平安，有啊，加油。有，我每天回家的时候都看到。我看一下你的口罩，好可爱哦！你为什么眼睛那么大、啊？因为我是光盲。年轻时的医生，他要先拍 X 光。哎、欸，那你耳环要不要给我？拿过来穿。你到底想干嘛？人家这样拿你就想要直接穿进去，是不是想抱人家？来，光仔过来一下。不可怕的，我们等一下见。开门喽！来，来，来，我们坐一下吧。好，那我们上三楼上等一下喽。李斯在这里。医生很漂亮，怎么样？喜欢吗？是女医生哦、喔，有点奇怪。你要喝咖啡餐吗？咖啡，咖啡，他就好了。不用，他有戴牙套，我没戴。
我今天没带、哦，没带、啊。我就是，你看我已经爬三楼而已，小姐，你太夸张。因为我刚刚想忍住，想要用一般口气讲话。哎、欸，其实我刚刚也有一点，就是，然后我真的说，我刚刚就说咖啡谢谢。我其实很想正经讲话，但我觉得有点吵。我今天也刚好要回诊，所以没带牙套。Uh-huh. 这样才不会好喝，等一下拿了之后不刷就立刻带这样。那我也可以有一罐这个，很分自己还有。请问你要这个东西干嘛？不是因为我反正也全部留下来了，只有一副不小心被我跟猫大便。哎、欸，等一下，我现在才发现呢、欸，是牙套哎、欸。对啊，不然你有在说什么？我刚就以为是 I don't know， 哎、欸，这样子很可爱哎、欸。我看了半天，我刚才发现。那你觉得我刚才跟你讲什么？我要一个。我想说你为什么要一个这种亮亮的管子你不觉得这很神奇，反正 我也是把所有的牙套留下来，所以有一副不小心被我跟猫大便丢掉。嗯，为什么会？千万不要把牙套包在卫生纸里面，我跟你讲真的，我就一直相信我自己，结果我那一次真的就把它跟猫大便丢了。我后来的维持器长得也像第一次矫正的维持器长得跟这一样，然后医生就说不要把它包在卫生纸里面哦，而且还要跟你说原因。他说因为卫生纸你抓了就想丢。对。哎、欸，我觉得这很有纪念意义。好吧，我觉得你可以这么干。你看那牙一罐，不同的装法。真的哎，那个没的。可是有时候你会想说有一点恶心。不会，有点洗干净啊。OK。你好。嗨，早安，还好吗？可以，你好，嗯，好好。啊、这次来有想要处理什么？我下排牙齿啊，就是这里已经开了，然后我就想要把它关起来。对，对，好，那我这次会帮你做一些检查哈、嗯，然后待会我们会有几个流程要走，就是第一个我会帮你照口内摄影机，嗯，那等一下可以看到你整个牙齿的一个排列，嗯，那这台口内摄影机也很特别，它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无敌的一个无敌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把你牙齿的整个齿列排起来之外。其他另外还可以看到你是否有一些蛀牙在里面。我刚刚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站着跟你躺着的姿势的时候啊，其实你的牙齿味道是不太一样的位置。啊、嗯，这很复杂，但是没有关系，我只是跟你说明而已。好、OK， 好，来吧。OK， 好。期待你变更漂亮。我们下来看我们这边。你这个礼拜来是，然后我们的机器已经就是从第一代、第二代，就是已经到第三代，然后最新而且是五代。你没有？对。对。对，当时的时候只是我们是第二代而已。对。那你才第二代哦。哦。OK。那我们先来扫一下你的下颚的部分，好吗？你有蛀牙的牙齿哦。咬合的部分。好。那首先我们在做矫正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检查牙齿健不健康。所以如果你不健康的时候，有些地方要治疗的，有像比方有一点点牙周病或者有蛀牙的，我都会让你就是先把这些除掉。嗯，我们再来进行矫正。我刚刚有在看欣赏你的这个，哎，这个你可以看很漂亮，你的珐琅质这一块，嗯，有看到啊？你的牙齿的珐琅质很漂亮。这不好意思啊，这是可能我们牙医师自己在欣赏你们的结构啊，这是一个你门牙的状态，那这是你门牙的那个牙本珐琅质，然后这是你的牙本质，然后你会看到其实你的牙齿的损耗不大，这个是像小朋友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门牙是指你的门牙很少用，就是很少把那个它的门牙就是指我真的很少用门牙，很少用门牙，对不对？他都不喜欢咬你的门牙的这个龋齿。这种状态其实不是它咬来的，是天生。我们一开始出生之后，门牙长出来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样子。嗯，那等到我们慢慢随着年龄，我们磨耗多的时候，还很年轻吧？还在，你在很年轻，对，是年轻的。OK， 那其他来看一下，没用牙齿，可以没用牙齿也可以讲成这样。好，
其实你现在下面的位置跟你的中心会不起啊，其实是跟你骨头的长短有关系。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咨询室看一下你很多的其他的细节。嗯，李允你好哈，刚刚你在那个一楼我们拍的这就是叫做 panel， 就是一个环孔的 X 光片。那在我们在做矫正的时候，我们有两张很重要的 X 光片，一个是看你的侧面颅，一个是看你口内的所有的牙齿的状态。那侧面颅对你来说还蛮漂亮，你自己看一下，漂亮吗？我还不知道哎、欸，还不知道吗？那我会帮你做的是，反而是把你的结构，因为你有点倒下来，我反而要把你的结构暂时暂停。OK， 那很多人会问我，哦，暂时暂停会不会有点倒？我说不会，反而你会更小。我一直转过来，我一直很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牙齿拉起来，脸会不会变大，对不对？因为感觉我还会变，是会再小一点，拍我的脸。对，你还要多小？你已经巴掌了，我已经听到整片重点了。医生，他会再多小啊？其实他哦，你看他脸已经是巴掌脸小，对啊，但是他其实有一个通通会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好一点，就是这里。你看他的咬肌很重，因为他的牙齿就是有点倒，所以他咬的力量的时候比较重。所以你摸它这一块其实是有的，你懂吗？好，那它肌肉不松，所以这两块的肌肉不松。OK， 所以你看我现在按是不是很酸，对不对？那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是想要把你所有倒掉的牙齿，你可以看到斜斜的牙齿，全部暂停一点点，暂停一点点，调整一下。好，因为你的比例很漂亮。OK， 但是我停一点会让你再更正。OK， 好，肌肉的拉提，因为你要看。那他什么时候要回来拿他的牙套 ？OK， 今天我们弄完之后，当然就是口扫完了以后，那有两个方式，因为你的计划其实我们都很明确的。如果你要快的人，大概三个礼拜后就可以来拿牙套了。OK。好，这就是我的那个时候有参与我就是矫正的过程的模拟图，它大概就会有一些什么牙齿的跑法，很酷，我觉得很酷。OK， 我给你看啊，这样我帮他写计划，我帮他写了一二三四四个计划。就是这模拟图啦。好，换我要回诊。好，那是我帮你。哎、欸，有差哎、欸。对不对？这个 before 哦，这个脸真的很大哎、欸，我真的很想揍你。Oh my god！ 哦，这包什么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啊。照片真的不能乱拍，你知道吗？你在做他，就是他，我还记得是他，他叫我不要有表情。他叫我厌世，他就叫我整个脸垮掉这样。没有，我们要取到最真实的记录。对啊，我们要取到最真实的记录。对，我们医疗上很专业的。你看一下他在拉片子的时候有没有？他的牙齿是很乱的，有没有看到一个瀑布的下面形状？哎、欸，你看是这样子来照出来哦，那做牙齿感觉是很整齐，可是用照才发现有瑕疵。嗯，你里面整个都是瑕疵。你脸现在真的很小，对，我有脸变头。对对对，重点是我不头痛。今天看不到下面的牙齿，现在就稍微看得到。现在就是这样，是我的小腿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我这样现在剪裁是有看得到的影子，对不对？嗯，不错，我很乖，对，很乖，可以。之后你其实也是，我会帮你做这个。没有，没有，其实是可以，因为你也是看牙齿看起来短短。哦，对，我也是。对啊，你牙齿看起来好短哦。你不觉得摄影师拿到我手上很可怕吗？很烦。那我们6天后见了。领回家。对，领礼物。啊，一夫七天了哈。帮我维持一天大概20个小时，这样可以吗 ？OK， 好，谢谢。加油。好，来，我帮你肌肉放松。好，对啊，要放松肌肉哦。等一下变紧致哦，年轻哦，漂亮哦。我来记录一下脸蓬蓬的样子哦。好，不会，你都还没开始，不要这样。你想要先弄哪一边？这边比较大。这边大，对，右边。现在搞不好这边不要弄，弄这边，这样看起来比较对称。好好好，所以你只要弄一边，算你运气好。好啊，张开，嘴巴张开。都还没开始。检查而已。检查而已。哦，酸吗？哦。哎，你看一下，马上哎，马上小一点点，来看我 ，OK， 再来哦，还有，还有，你要脸
变小，脸真的会变小。你等一下看一下，如果真的能变小，你就恭喜你，之后他就可以帮你去。好，来，站起来，站起来，我们来看这边看见，觉得有用吗？有，变小。那想办法再小一点。那感觉省两只肉毒、哦。你看一下，其实省下两只肉毒是真的。哎、欸，你脸的线有出来了，线出来了，有没有看到？真的，那个线是那个刚圆的，要不要？要不要再瘦一下？好，爱美哈，爱美。哦，谢谢。我认真的聊。哎，我跟你讲，对称一点点。哎呦，小心！太高了啦，撞到头了。你感觉？哎，你脸变很小，你知道吗？对，你的脸变很小。你感觉一下，就是松掉一点点这边。就觉得脸很放松，变近视。我也看看吗？等等，来看看，来看看吗？看看，看看，哎，真的也放进来，来的，一起来，太神奇了吧？啊，不见了，对吧？不是吗？三三指，三三指，开三指，开三指，有没有觉得很神奇？松完开三指，那我这边帮你这边不用放松，好，马上。这件事情是不能笑人家笑太久的。哎，所以其实现在看似有越来越顺了，真的吗？看一下，有啊，脸的线条，线条，线条这边对不对？下巴线会比较，这边拖拉的地方会比较。不要再摸我自己的脸了。哦，快没电，真的一定要挖完你才能没电。真的，我等一下手机吧。对，我手机也要把你这个录下来。今天就结束在这个点了啦。我松了很多了、欸、好啦好啦、啊、OK 马上加分一下 OK 再来一次哦多花一点啊、嗯、可是感觉它好像没很痛齁、哦、有啊、哦、可以跟你说的OK 可以还好吗他眼泪也要飙出来，他其实是真的眼泪飙出来。对，我刚刚是泪眼汪汪。对，你把它闭一下。眼球变小，你还有潜力哦，你还有潜力哦。嗯，好了，可以了。好了，脸变小起来了，不要再坐着了。哦，哎，真的很小，就跟你就是照片如果有推的话。一件美肌，对啊，一件美肌耶，是用李医师的那个。